孕期间买手镯最省钱，看完这条视频起码给你省下几百万，跟我走。首先来孕期间非常不推荐开小汽车，因为我们这里电动车横行，道路是非常窄，所以你开小汽车来非常的不方便。最推荐的是我身后坐有轨电车来到孕期间，这里的话是可以直达广州南站的，你们坐有轨电车到孕期街站口下，下车后在我的左手边就是翠宝园珠宝城，它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，非常具有岭南特色，很漂亮哦，而且里面的翡翠都是在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级别，又冰又绿，姐妹们一定要去打卡拍照哦，因为拍照又不要钱。同时在我们有轨电车的右后方就是我们的翡翠珠宝广场了，我敢保证没有哪个女人可以从里面走出来，因为里面的镶嵌件实在是太漂亮了，每一个都长在心尖尖上，而且它品质非常的高，男款女款都有，在你们的商场很多都是买不到的，但如果你一定要买的话，它肯定是比商场里的价格要便宜很多很多啦，你逛一天都不会嫌累哦。出站以后往我们的右前方就是我们的玉器老街了，这个是很多姐妹想捡漏的地方，因为这里的挂件你看它摆的是地摊，没有店铺的成本，而且很多都是家庭式做法，自己买边角料自己磨，磨完之后拿出来卖，有一点点赚头就卖了哦。想捡漏挂件的姐妹可以来这里，品质还是很不错的哦。最后这里就是小青经常给你们淘料的毛料市场了，这里也是很多同行喜欢的一个地方哦，因为这里的毛坯比很多的成品要便宜很多很多，而且这里的毛坯高中低全部都有哦。最后两个一定要记住了，第一个就是玉不过手，什么意思呢？有档主拿给你手镯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用手去接，因为你在接的过程中手镯不小心掉到地上碎了，那么你就要照价赔偿，而且档主说多少钱你就得赔多少。第二，就算你在喜欢一条手镯也好，不要轻易还价，因为在孕期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如果你还了价档主说卖了，那你就一定要买，如果你不买的话你们就会产生纠纷，你们记住了吗？喜欢的点个赞吧。